Netflix 在前阵子推出了让旗下会员登入即可免费无广告畅玩的 Netflix 游戏，首批阵容共推出了五款手机游戏，其中一款就是《怪奇物语3》游戏。本作将透过 RPG 冒险的方式，让玩家在《怪奇物语》第四季上线前重新回味第三季的故事。游戏采用章节的方式推进，玩家将能够操作喜爱的角色在霍金斯小镇上四处奔波，完成剧中人物的要求，并一边调查神秘的电波讯号。在追查的路上，游戏替每位角色设计了强大的作战能力，像是 Dustin 能够破解密码， Lucas 则能够射出炸药破坏挡路的巨石。玩家将需要一次指挥两名角色来破解场景中的机关，并击退难缠的敌人。好奇其他角色们会如何作战吗？赶紧下载，一起来找寻秘密的真相吧！